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，行，新郎新妇送入洞房。残害无辜，陷害有情，这样的蠢女人还是死了干净。算了吧。做的梦难道真的会发生吗？徐子言向夏府大小姐提亲，但是三小姐夏雨冰中意徐子言，于是呢，二小姐撺掇夏雨冰想办法搅和，顺利嫁给徐子言。结果呢，徐子言发现是夏雨冰在大小姐的奶酥里动了手脚，所以当晚就要处理掉她。你画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女的蠢，男的坏，一点都不正能量，给谁看呀？漫画马上就要上架了，你就说你还想不想画了吧。我知道了，主编，我改。挂了。这可怎么改啊？要不先改着试试？妹，听我的，长姐做的奶酥下毒，就一定能嫁给徐子言。不行，我得想法把毒药换了，不然会被徐子言弄死的。子言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没下毒。
新来过，你还会不会？穆少大人，我一定不会再搞蠢事了，求求你放过我，让我投胎成一族人吧，求求你了。夏雨冰，鬼差大人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次我真没下毒。谁告诉你我是鬼差的？我不是死了吗？这不是地府吗？你怎么又被毒死了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啊，都怪那个徐子言善恶不分，我又没下毒，他凭什么毒死我？看来作者是个新手，没改好，你还有机会回去。还来？我不想回去了，不能投胎重新做人吗？这可由不得你。记住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要加油。咕咕咕咕，加油。为什么我就是死不了？天哪，难道老天爷想告诉我什么？难道我也要嫁给徐子言了？救命啊，这是什么恶毒循环啊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再死在他手里了，我得做点什么，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。三小姐，三小姐，事出有因，此去勿念。不是说好去给二小姐送喜服的吗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不怕，不就是打雷吗？虽然老是被他毒死在雷雨天，但我怕的也该是徐子言那个阎王，不是打雷。夏雨冰，你振作一点，你可以的。长江，等等我。少爷，您需要什么药跟药铺的人说一声不就行了？干嘛非得亲自采啊？有些草药虽然长相相似，可药性却截然不同，需得仔细辨别。像瓜蒌这种雌雄异株的草药，只需挖取它雄株的根块即可。若是一不小心跟雌株混淆，非但药性全无，甚至还会……会怎样？中毒。还是都说了让少爷你别乱尝药，非不听。无妨，这百草丸可解百毒。是药三分毒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重楼惊现的职业有毒会腐蚀刀刃，你怎么又把砍刀放在药筐里了？长江，等等我。
啊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熟。姑娘，你是茶馆的说书先生吗？哎，你不认识我吗？我为何要认识你？这卖相好特别。他怎么会不认识我呢？哎，不管了，还是赶紧逃离这个狠毒之人吧。后会无期。聊聊也无妨。姑娘，你究竟是谁？刚才为什么不直接走啊？多什么话呀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既然相见，那就是缘分。公子，奉劝一句，千万不要娶夏家的姑娘，你听到了吗？不然你会倒霉一辈子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公子再见。阿广，去查一下她到底是谁家的姑娘。嗯。这姑娘的脉象，正是我要找的。见吧，徐子言，再见吧，炎夏，我夏明再也不会回来了。表妹，你来接我了。表哥，雨斌。哎，表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来这儿。二伯他不是故意的，只是脾气有点大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习惯了。哎，不说他了。那这个送给你。我娘说了，桃花呢有大展宏图的寓意。你要上京赶考了，这个送给你，愿你金榜题名吧。二位要叙旧，可以下船再叙嘛。哎，这不是出城的船吗？出城的船早走了，这是刚回城的船，没看人都下光了吗？你干什么？嘘。怎么都追到这儿来了？许是老爷发现，在听雨轩偷偷给女子诊病，但是杀回来了。阿广，方才我让你打听的女子是谁啊？夏家三小姐。那我今日要娶的是谁？夏家二小姐啊。走。去哪儿啊？娶亲。啊！少爷，你等等我。还真是姐妹情深啊！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好不容易跑了，又碰上个什么表哥！哎呦！想到二姐要出嫁了，是不是很难过？苍天啊！我怎么才能逃脱嫁给徐子言的命运呀？也是，你们夏家三姐妹也到了出嫁的年纪了。我不想嫁人。只是没想到，第一个嫁人的竟然是夏兰。什么？你说嫁人的是夏兰？表妹日日在府中，竟不知道。小姐，哎呀，三小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二小姐都生气了，说吉时快到了，你还没给她送去媳妇，她这婚不结了要怪到你头上呢。哎，快走吧。等等等等。二喜的日子，二小姐怎的好像不怎么开心的样子啊？虽然明知道二姐看不上徐子言，想嫁给那炎夏首富之子叶文昭，但是这又关我什么事儿呢？二姐，这事呢我就不帮你回收徐子言了。看在你们一样恶毒势均力敌的份上，妹妹祝你们白头偕老。三小姐，怎么二小姐出嫁你比她还开心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，我们姐妹情深，我是在为他觅得如意郎君而高兴呢。啊，三小姐啊，果然还是最喜欢二小姐了。过来过来过来。这不是二小姐的贴身丫鬟小翠吗？她在这儿干什么？
这鬼鬼祟祟的样子啊，难道二姐又给长姐奶酥下毒？夏家嫡女的出阁宴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。放心吧，老爷，叶公子都安排好了。叶公子，老爷您还不知道吧？叶公子和许公子自小一起长大，感情深厚。叶府叶文昭公子赠筵宴楼酒宴五十台，贺许公子大婚。这叶公子还真是那么的招摇。奶酥给我，我拿别的好吃的给你换，好不好？不要。嘘，你小声一点。哎呀，你给我！来人呀！有人抢我的奶酥！有人抢我的奶酥！啊，那是我的奶酥。小青。刘青，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别致的方式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吃这个吧，不够吃再跟姐姐说啊，去吧。哇，好身手啊。你来干嘛？我包下了整个宴席就是为了让你做奶酥啊。刘星，我只是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夏家的大小姐不仅做的一手好奶酥，更是我叶文昭一生所爱，谁都抢不走。好不容易逃出来的了，你就不要再掺和到他们的战争里了，你只管好你自己吧。你怎么可以为了自己性命罔顾那么多人的性命呢？那你救他们，谁来救你啊？哎呀，吵死吵死吵死。不知道不知道，行，我就当不知道。管了，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。我就去看看。大哥，恭喜啊！向左人呢？我都要出阁了，他怎么还不来？
要来不及了。小姐别着急，少爷马上就到了。哎，姑娘，你怎么看起来比新娘还紧张？大哥，你这穿的看着比新郎官还要喜庆呢。你叫我什么？啊，大哥。嗯。爹，还不上座？啊？他是他爹？亲家公，恭喜了！亲家公，同喜同喜啊！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啊！来来来，请请请请，来来坐坐坐。吉时已到，出阁宴开席。钟太叔来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到底管不管呀？慢着。嗯。我要换新娘。啊！逆子，休得胡说！我不娶她。我要娶她。哎，我啥？哎，不不不行不行，我哎呀妈！哎，这。把毒奶素解决掉了，都给我让开！老太太别动，把新娘子给我交出来！我看你们谁还敢闹！夏耀祖，姐，怎么是你啊？溜了，再不跑就我嫁给那个变态了。走。夏雨冰。后会无期，有缘也不要再见了。下。少爷，还追吗？追，非娶不可。啊。这是我的少爷，好好的亲事不娶，非得抢亲才够刺激。成个亲还真累，晚上告诉小厨房加装血液，我要补补。是王小姐。嗯。妹妹，妹妹。啊！我的好妹妹，别生气了。再来晚一点，你的亲妹妹就要嫁给那个喜怒无常的许阎王了。这都谁起的外号，还挺贴切。哎，这不是没嫁成吗？你放心，哥哥我给你带好消息来了。快说。停，夏雨冰骑马跑了，徐子言去追夏雨冰，徐广陵被咱爹撵出了府，夏柳青偷做奶酥被爹罚跪在祠堂。这个叶文昭啊，吵着闹着非要见夏柳青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叶老爷派人把他带回去，说打死他也不准他娶一个厨娘回去。好一个豪门狗血剧！虽然你讲的没有半点文采，但还是非常精彩。夏冰这回干得漂亮，这回二小姐不用嫁给许阎王了，也算成全了三小姐。说谁说我要成全他？你去告诉爹爹，我因为许公子情变很是伤心，从此再也不能看许家人，等我吓唬他们。好，好，好，
我这就去告诉爹爹。你跑什么？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我可没话跟你说啊！哎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。成亲是要两个人两情相悦的，我都不认识你，凭什么你说娶就娶啊？早上就在这河边，姑娘还问我认不认识，怎的？现在就不认了？我对你一见钟情，真心求娶。姑娘，你还是别挣扎了。一见钟情个鬼呀！心里我就是个傻子。你有胆量别跳，不要装模作样虚张声势。不管了，赌一把。我再也不想看到徐子言了，大不了再死一次，就当是一场梦吧。主编，这都什么狗血剧情？我改了呀。都改两回了，男主人设还这么奇葩，不下毒就要逼女主跳河呀，越改越离谱。我看这漫画也……哎，主编，你再往后看看，我这次我真的想好了，男主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也别看了，漫画明天就连载，行不行就看点击量了。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好好把握。哎，这烟花巷近日发生一件怪事，一个小姑娘不见了，这到处找不着，老鸨急了，这已经是这个月丢的第五位姑娘了。她翻遍了岩下城，直到有一天那老鸨竟发现了一间密室，那小姑娘的尸身就在里面，肚子都被泡开。
真是猪油蒙了心，还以为你转性了。算了，你杀了我吧。我不杀你。真的？但你要跟我成亲。那你不是还是要杀了我吗？我为何要杀你？替夏柳青报仇啊。夏柳青是谁啊？他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明明就得长点一往情深，为他毒死我两回，现在跟我装不认识。看这个表情，莫非真的不认识？不过这次回来以后，确实变得不太一样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娶我啊？因为你很特殊。我特殊？那我哪特殊？我改还不行吗？身子特殊，改不了。什么？要想得到这副身子，就要得到你这个人。哎，你先放给我。这样，你只要肯放我走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你要是不信，我可以对天发。这是断肠草制的药丸，三日之内若是没有解药，便会肝肠寸断而死。三日之内与我成亲，我便将解药给你。毒药，又是毒药，每次都是毒药，能不能有点心意啊？不知道这次死的痛不痛。哎呀，又死了。哎，没事，这次是走流程还是直接复活？是站这儿对吧？哎，有没有什么不痛的死法？我保证下次绝对不会落在徐子言手上。是谁跟你说你又死了？谁跟你说你能无限复活的？你真以为你自己是不死金身了？我求求你别再作了，你的命就剩下最后一条了。最后一条啊？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儿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。夏雨冰，你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，你只是画本里的一个人物。这个作者，也就是你的造物主，出于某些原因重新画了几回，但这回是你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。在这个世界，每一个人都有一盏灯笼，灯笼灭了你就死了，你和这个画本里的世界都会永远消失。哎，你头上是什么呀？怎么跟鬼画符似的呢？啊，这个你不用管。你干嘛？你刚刚推我干嘛？上大架呀？你怎么着？你算计狠，等着！我等着你。你给我等着！没有！你看。哦。你刚说这是什么世界？哦，欢迎来到24位暖浮生的世界。